请收看《唯心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在去年到今年五月五日以前，另一个活火山富士山的活火山灾难造成日本国内还有邻近各国的恐慌啊，我们的尊天华子祈求玉皇大帝、龙天护法、诸佛菩萨、玄天上帝，而慈光加持灌顶，在端午节前一直释放的能量，在日本几乎端午节前每天都有很多的地震。影响到台湾的东北角宜兰花莲也是每天最多48次的地震，这是能量的释放，这也是天威圣神佛菩萨慈悲啊，仰仗天威，仰仗我们所有唯心弟子大家共同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还有诸经的功德，而依照修行的法仪，结果富士山的活火山已经归于平静了。那么接下来现在美国黄石公园的活火山若是爆炸的时候，火山爆发起来，美国三分之一强大抵会归于涂炭，生冷涂炭。所以这是天神王禅老祖诸天圣神所开示，也吻合了现在当下科学家物理学家啊等等的专家们共同的烦恼。但是烦恼归烦恼，一定要有法，要以法来慧心，以法来化解天灾，以法来解除人祸，而我们只有用诚心大家来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啊，我们深谈奉请红军老祖光降地球中华民国台湾净土，才能够化于无形。所以我们在九月九日的深谈，当时呢告诉各位我们在座的所有华人同修以及本宗的所有同修呢，老祖开示奉请红军老祖光降，若是没有地震，红军老祖我们所请的表示我们诚心不够，红军老祖没有办法接受我们
因为我们诚心不够，所以红军老祖要光降地球的这个星球的中华民国台湾净土呢，确实很困难。所以九月29日的辰时啊，我们深潭老祖就开始了。9月14日以前，红军老祖会光降坛城，然后地球会发生大地震、大震动。若是没有的话，表示我们诚心不够，恭请红军老祖要光降下来的时候，几乎很困难。那么我们所有贤士同修，也加上我们所有贤士同在家一起认真诵诵鬼谷先师天头经，一直在努力。在昨天、前天的上午1:32的时候，在台湾花莲的地方呢，啊，发生了3.6的地震。在大前天傍晚也发生了3.2的大地震。那么到了昨天上午11:04，在加拿大温哥华黄祸岛的地方呢，就发生了7.7的大地震。证明红军老祖已经光降坛城，道场坛城消灾化解的道场坛城开始在释放这个能量了。尤其7.7的能量的释放，是黄石公园这个地震带的山脉。所以这个法会的深谈，法会的真实意，我们名为消灾化解西安法会，唯愿龙天护法慈悲加持灌顶，一切灾殃化为尘。唯心圣教，唯心贤士，啊，各位十方善知识，啊，壬辰年当下的消灾化解祈安法会，啊，目的是例行我们每个人的本愿，尤其是我们义经大学唯心圣教的唯心弟子，啊，我们应该体认我们的本愿，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消灾化解，这是我们的本愿。本唯心圣教虽然成立30的时间，但是我们所有有缘的，大家都发露原来大家共同的本愿，就慈悲与喜舍，还有正直的那一颗心，就阿弥陀佛的心，觉悟的心，清净的心，是我们唯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共同本愿与天命。那么我们这一次的消灾化解法会，在千佛禅堂的当下啊，所以在前天
九月十三日，红金老祖已经光降坛城。光降坛城以后，地球各地会发生，尤其大小地震都会有。在前天早上1:32，花莲的3.6级地震，大前天的傍晚也是3.2级的地震，这个是在释放能量，也在证明说龙天护法要来保护苍生的，保佑了苍生，化解人与大自然的干戈，习战争，也在示现叫我们人要觉要悟。我们在世界上斗斗争争，争争斗斗，我抢你夺，我骗你拐，这样太没有意义的人生，失去人性，泯灭人性啊，真的很可怜啊。所以在前天红金老祖光降坛城的那一刹那，我们有书信班的672位的维新圣教台湾鬼谷子学士研究会研究员，以及书信班670多位的贤士同修一起面向西北前宫。前宫是我们的老父，是我们的顶首无量光明，无量劫前我们大家共同的我们的天父本来面目，佛家的燃灯古佛，我们道家也好，宇宙主宰天主教儒家，我们有总观念的心，名相就是红金老祖，混沌未开的宇宙主宰是每个人的我们的根源。所以光降的时候，我们670几位的同学们大家跪下来，三跪脚叩来恭迎，然后王禅老祖开示了我们会灵山的一首真言：灵山一会万年灯，灵山一会万年灯，48大愿照光明，48大愿照光明，红金老祖降坛城，降到我们现在祭祖的坛城，我们西安消灾的坛城，在元旦2003年1月1日下午1点到5点，在台湾净土林口大体育馆所举办的2013年，第8次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的会场坛城，加持灌顶，天灾永续，天伦永续，中华民族的能够大圆融。所以红金老祖降坛城，坛城不是只有在这里而已，而是地球任何一个地方都光降到地球西安消灾的坛城。这个是非常非常殊胜的。好了，在第四句呢，愿此功德化诸劫，愿此功德，这是我们大家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36万部以上的功德，化解地球上任何一个诸劫，所有劫难，所以红金老祖降到地球来了。我们目的，我们所求是祈求，助我们
唯心弟子，所有人类不分你我，不分宗教，啊，大家一起来祈求地球的劫难化无形。所以黄尘老祖开示了四句偈：灵山离会万年灯，证明当下我们现在在做唯心贤士同修，我们在一万年前就与弘金老祖有约，在世间上过了一个时代，一年后的当下我们又开始见面了，在这里共同来祈祷地球的劫难能够化为无形。所以灵山一会万年灯，啊，十八大愿照光明，阿弥陀佛的在住世的时候花了四十八大愿，他的功德来照耀世间，每个人的灵性都是光明的普照。弘金老祖降坛城，弘金老祖已经光降地球，我希望各位任何人，你到住在哪一个地方，当下你收看到这个节目的时候，你们时时心心灵由心啊来供念的这四句的偈：灵山离会万年灯啊，四八大愿照光明啊，弘金老祖降坛城，愿此功德化诸劫。功德，你有送很多经的功德，善念也是功德，慈悲愿为大众来祈福，花这个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心来为大众祈福。你念这个偈，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诸事，你们也是在家修行，共同将我们内在的心灯、万年黑暗，现在把它开启，让它像光明的一盏灯，啊，让它光明点燃起来，让各位消灾化解、祈安化会，就在各位当下的心灵、心庙的坛城，啊，就有无量功德啊。各位唯心圣教，所有唯心贤士及各位十方善诸事，现在我们在千罗禅堂面对了弘金老祖的圣座，然后到左边啊，看到韩国的国旗，那是中华民族五千年三祖皇帝、炎帝、蚩尤帝三祖展开第一次中华民族战争的逐鹿之战。后来蚩尤帝族打败了，啊，分散他的子民，就到韩国，啊，建立朝鲜半岛的国度。啊，那么从4600多年前，韩国国度呢，那里有各时代的天主帝王，啊，195位到现在的金日正、金正日、金日成。啊，接下来左边那里过来就是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啊，朱建龄的各姓氏的圣座啊，再过来呢就是日本，从秦始皇时期西湖东渡日本，
建立在日本的国度。第一代天皇是徐福，到现在来有124位天皇，他们的朱建龄，到最里面来呢，就是中华民族，5000年来917位天子帝王的圣座，包括当下的蒋介石、蒋经国先生，还有严家淦先生，大陆的毛泽东、邓小平等等呢，也是中华民族、中华儿女的代表作。无论政治上的什么纷争，但是我们都是同宗同源、同祖德、同根源的中华儿女呀，我们应该相互的礼敬。所以政治的对立也好，或者各种政治的冲突，但是祖德流芳、祖先的根源血脉永远是否认不了了。所以当下日本与大陆很多的行为，日本的糊涂思想应该重新检讨这个才能够化劫难才能消灾化劫，不然灾难劫难自己一直在制造出更多的劫难，到时候上天上帝诸佛菩萨圣人也帮不了忙啊。所以我们现在在禅机山仙佛寺仙佛禅堂的法座后面是释迦牟尼佛，我们的本心，而前面的就是鬼谷先生、王禅老祖、道家慈航，左边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宾陀卢尊者，笑口常开，在笑众生的无知，笑众生的贪嗔痴。我们一看，若是我们能有所悟的时候，我相信呢，我们每个人这一生会过得心安，没有挂碍。若是每天过着在你争我夺、我骗你拐、厮杀等等的糊涂行为啦，已经失去了人的尊严。所以我们学习宾陀卢尊者眉毛这么长，那就是在开示我们心无挂碍，与天同寿，不是只有与佛同寿，与天同寿。与天同寿代表着就是弘军老祖，他是与天同寿，他心已经包容的十方法界。尤其呢弘军老祖再度的光降地球消灾化解这个大法会呢，我们大家都用以法来会有会佛会菩萨以外，我们大家诵天德经，还有我们要本着慈悲的心来会弘经老祖。所以王禅老祖开示了我们一句灵山一会啊，万年灯。那么我们在这个石头的这边刚才所看的一幅灵山法会图啊，左边的石头这边有84尊的天界龙天护法菩萨。那么现在我坐在这个灵山会这张法会图的这里呢，也在告诉我们，我们大家都在用心灵心
再会各位的灵山，再会佛，会圣神，会诸佛菩萨啦。各位，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石头啊，这个大石头是原来就具足的大石头，上面有48盏灯。在前天的时候啊，中午王禅老祖开示，这个是灵山啊，这我们的灵山，灵山上而有无量无边的法界龙天护法啊，这个石头你看，这石头是我们的灵山，是我们耿挂耿为山这个华严山。这个华严山你看这么小，但是这是大石头，原来就在这里了。这在告诉我们每个人原来有一个灵山，所以人人有个灵山塔，灵山塔下好修行。灵山在哪里？在我们的顶首啊。这灵山塔下修什么行？我们眼耳鼻舌身，所以灵山塔下就是五官嘛，眼耳鼻舌身。所以各位，我们同样在这个地大石头上，正是代表我们地球，这个当下的地球，处处是灵山，处处有众生的灵性，处处有诸佛菩萨光照在地球，在守护着我们这个在地球。当下也已经红金老祖、龙天护法全部光降坛城，地球坛城守护着啊，地球的啊平安。所以在昨天11:04啊，在加拿大温哥华那个皇后岛呢，发生7.7级的大地震，那是在释放能量。这红金老祖下来，将会有很多很多大小的地震，那是释放能量，这是消灾化解的开始。我愿各位本着慈悲的心呢，共同来为国修道，为整个的人类来祈福啊，祝福各位。